进分长短。老话说，一寸长，一寸强。但在实际的应用当中，往往一寸短，一寸险。这是暗打，是咏春拳中一种经典的手法。但这样的动作在实践中有用吗？你这样做是跟套路动作生搬硬套，不但达不到效果，还会给自己带来威胁。一起看看动作的原理。按向对方手臂，同时发拳，不用等到按掌完全形成，这样就做到了连削带打，你的进攻会快于对手的反击。所以拳法套路是用来练功的，实践往往离不开变通。生搬硬套的动作只会让我们的功夫过于理想化，